哎，累死了。老妹儿，我问你个事儿吧，热不热？哎呦我操！啊，热是吧？非常热是吧？嗯，好热好热。来，现在第一次看见马哥，记得把直播室通知的哥。那这样，小马哥哥、小马哥哥，请你喝水好不好？那我给你吹水，好吧？认识我不？都在，镜头要远一点啊，都在。肚子亮出来。我操！还可以这么。我发现就玩这个动作都特别会玩，我跟你讲的，进正面正面啊，啊，那我们来一个那个吧，来个社会走道，就放那个就是那个郝邵文当时那个，来个央 for you 给我找一个，来个央 for you， 那种很屌的，很屌的，把你们哪个总经理的那个公文包借我用一下，啊，央 for you 啊，来个央 for you 啊，啊，这就来了，这来，对啊，我要跟你走个道啊，没有听不到没关系，跟着我走就行，他卖萌就行。Y-O-U-N-D 啊 ，Y-O-U-N-D 是吧？嗯，在哪放？这个，看脸就没什么意思了。来啊，来啊，就是你们酒店是新开张的吗？对。然后那个什么，今天我们要在线的所有的人就是一起互动一下，你们谁有公文包借我装个逼？都没拿包，一个公共包吗？都没有吗？把你妹子的包借我用一下，我加页一下，我拍个小段子啊，好玩儿。啊，就是那种很拿着麦克风啊，啊不用跟那个，拿我提的。啊，就这，哎我操，好重啊我操。今天三我教你一下啊，我跟你讲一下，走路很屌的样子啊，你帮我把帽拿着，就那种啊，就这个比较屌起来，走路很屌的样子，就是那种，很目空一切。很屌啊，就那种很屌，哎，一定要很屌的样子啊，那种真的很容易挨打的那种，一定要那种效果啊，然后你在那儿就是以逗逼的那种很屌，甩个话走路啊，很屌，就那种看起来很屌，那种外八字那种啊，我操你那个大概就是个意思，来，好，包给我，啊，跟着我走就行了啊，没水，镜头一定要跟上啊，可凡，镜头一定要远一点啊，嗯，等一下啊，我先把我喊走就行了啊，来，赶紧我走。妈鬼子进去我奶奶老妹把背包你的包死成的我的、啊、我累死我包圆死成死齁累齁累的这一天天的啊现在17000多人、啊、在线国内在线17000多人啊人是非常高的啊啊热不热热坏了吧把袖子找起来袖子找起来、啊、哎呀挺有意思啊兄弟们咱们那个第一次看你马这儿吧关注都点点啊我、走吧啊娘们儿不赖，挺好的，挺热，我帮你晒。啊、热坏了吧？可以了啊！啊，可以了是吧？行，那祝你们酒店生意兴隆，好吧？来重庆、啊、住我们新办酒店 啊，没毛病，地址在哪？观音桥步行街店，步行街都有，还有加州都有，大云坝都有。欧了 啊，这一看就是专业做销售的。再来，耶！好，加油，么么哒。嗯。哎，不露脸了。扇子还啊？哦，扇子还哦，扇子还得还呢哦。啊，你给我累了。我累坏了，兄弟们。嗯，好玩是吧？啊，再看侧面挺好看的。啊，这是个妹子啊，真是个好看的妹子啊！我看，哇操，这老妹被这蒙圈了。哇塞，是个美女哎！哇塞，这妹子还挺好看的，这一个个的长的。啊，他妹子牙套妹儿是个，牙套妹儿。哎呀，不让看，人家妹子她现在头发有点乱啊，头发有点乱，她不好意思看啊，是个牙套妹，牙套妹，啊，走吧。
走了，尊重一下别人的选择。别人说不太方便出镜，那头发有点乱，知道吧？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有的是机会，我们不行，我们自己也可以这么去弄啊，对不对？我下次让我家主播给我带一个，啊。那我带一个。来啊，接着我们去往下玩啊。哎呀，太热了，这今天开心是吧？人家戴那么大个头套都没叫热，我真的属实热，我们怎么能叫热？哎，哎，刚才那妹子呢？啊，丢了，不是，我玩这个东西玩着玩着把没。